您之前讲过，一般都是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搬家，新年的话有个新气象呀。那么如果要是按月走呢，就是每个月的是月初搬家好还是月底搬家好？当然月初了。哦，一样呀，一样的呀。好，搬家你主要是看你搬家的那一天呀，那一天是早上去好，一般没有那么多讲究的。还有相当于风水啊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呢，并不是说你买了一个地方，你搬了个家的很糟糕的地方，你说你在月头搬了你就好一点啊，听得懂吗？明白了，它有综合性的，综合性。